啊，各位，我们又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老裁缝店，在新加坡的这个荷兰村。那在我面前是 Mr. Steven Lee 李师傅，二代的一个裁缝。那我要让他评估我们捡到门的这套西装，我们的品质如何，版型如何。我们让这个Steven Lee 大师傅啊，他都七旬了。那让他评估一下。哎，李师傅你好，请你评估一下我们剪刀门这个国内生产的这个西装品质如何啊？随便评估。哎 ，Action， 对，都很好嘛，不错嘛，就是你看，做热度很服，很平，都是很好。哦，怎么说平呢？还是直呢？不会说有什么弯弯曲曲、扭扭。哦，是，是你是说这些线呢、哦，还是你说整体的平？整体上都做得很贴。很贴很贴、哦、就说一个西装它这边必须平是吧，要平，对，前内外都要平啊，内外都要平、啊、就看起来就会比较、哦、它不能有波浪啊，不会有波浪，什么比较直，穿直还要直挺，穿的比较会挺、okay、啊，我们的工艺是粘合衬工艺，你觉得你们在新加坡也有这个分粘合衬、半麻衬、全麻衬吗？对，有啊，那你觉得这个粘合衬你能看得出哪什么，怎么看得出它是半麻衬呢？怎么看得出它是粘合衬呢？从你的这个经验之谈，能用眼光去评估吗？看是当然看得出了，看得出，能摸得出吗？半麻衬也是可以摸得出的啊，能教我们吗、哦？能教几招吗？教我这么干，谦虚。那师傅继续评估，这个就好像是没有粘的嘛，这个就好像没粘，没有粘是吧？没有粘哦，这是我们的工艺啊、哦，对，没有粘，比较轻松一点点，对。随便给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还是好的，还是一个你有什么评价？嗯，没有什么说不好啊，各有各的好处了。各有各的好处，各的好处。嗯，你身上穿的这个西装也很好看。那请看一下那个针线啊，这些这个就是翻边看一下，你觉得这个工艺，我们的这个生产如何？挺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缺点啊，没有缺点啊，什么没有了。嗯，一般上都是 OK 的。嗯，一般有一个说法吧，在行内就是说，如果是格子的，一定要对称。对，那我们这个对称也有讲究的吧，对吧？对。嗯，对，它的线对不对？它的纹路。它的纹路就要对。对，这个叫袖子对吧？对称的对吧？对。嗯。还有，你会怎么看一个西装好还是不好呢？看了顺，做人顺，真顺。顺啊，嗯，你说的顺是又是一个平吗？会平啊，平，嗯 ，OK， 不会做了好像很皱啊什么这样子，理解，嗯，皱 ，OK， 那这边后面这个叫什么线呢？这个有一个名词吗？后面的应该叫中骨嘛，中骨，那这边有什么讲究吗？这条线？并没有说怎么讲究了、哦、照身材你去走去剪做的，是要这样。嗯 ，OK， 你是对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挺满意的，是吧？要是要对它的格子，它的花会对就啊，以格子啦，对吧？纯颜色就比较有不容啊，格子的就重要一点，就是要对。那李大师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如果正常做一套西装，你们要用多少面料呢？在国内，我们用3.1米去做一套裤子，还有上衣。对呀、啊，跟新加坡就是这样了、啊。新加坡也是3.1米。中的身材的就是够了，可以了。三点 ，OK， 那会不会能省到2.1米呢？2.8，对不起，2.8米可以吗？不是三点一。高的人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基本是3.1米。嗯，不高的人是应该是可以的。啊，了解。继续，请看一下，对，有什么评估？为什么每次我都看到师傅都这样放着那个这样看着这个西装呢？有什么一个又是一个什么的一个道理？要看他做的好像很顺很直、啊，又是顺很直的、啊、这样啊。哦，顺这还要自然，自然，所以你穿起来就会比较挺这样啊。啊 ，OK， 原来是这个技巧 ，OK。
上衣还有什么要批评还是有什么说法？都好啊，都好，一切都好、啊。那请问裤子你又有什么评价呢？我们剪刀门的这个裤子，裤子来了，应该是 OK 了。西装做得好，裤子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嗯，啊，裤子都 OK 了。嗯，可以。嗯，那裤子的一些里面有什么讲究吗？都不错啊，很好啊。哦，啊、在国内就是在新加坡本地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吗？新加坡比较少，少一点，少一点。啊，了解。比较少。都说好啊，都很美，搭配的很美嘛，你看。啊，谢谢。我们是每一条裤子都如此。就是这样啊。对，那请问我们在新加坡卖这个价格299一套西装，非羊毛，羊毛是399新币啊，你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吗？合理，合理。会有物超所值吗？当然了，会。当然。啊，那请问李师傅，我们这一套如果没有跟你讲我们是卖299、399的话啊，299是非羊毛，399是羊毛的话，你觉得你会评估这一套应该在新加坡市场应该卖什么价位呢？普通的来讲，这样普通一套啊，如果是500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质地500块，我们是没有试样衣的，400多到500这样。400多到500，我们这个品质你觉得？啊、所以我们稍微低了一点是吧？嗯、能卖到超过800吗？新币？800就不太可能了。啊、哦，会稍微太高了一点。为何呢？会太高了。为何呢？因为800块来讲，通常都是那些有品牌的。好像外国的品牌，面料品牌吧？你是说？对，品牌啊，好像什么、哦、嗯 ，Hugo Boss 啊，那这些啊 ，Hugo Boss 大名牌的那种面料是吧？品牌的他们是比较昂贵一点点，嗯，理解理解。因为这我们就是走这种比较中等的市场，了解。OK， 那整套西装你是非常满意是吧？在于我们的这个努力，非常满意啊。好，那谢谢你，李师傅啊。今天又这个拜托你了，谢谢谢谢。